布鲁托，其实，哎，那个布鲁托是那个布鲁托吗？那个布鲁托是 Kevin 吗？Tuna Kevin 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其实 Z 那队，Z 你那队也不错呢。威尔开车其实也还行啦，就是稳定度不高。其实很多人都是稳定度不高啦。比起巨龙这一队，巨龙这一队，除非他的刺，除非那个艾德发挥不错，不然其实你说安全帽跟 Jerry，你说诺克跟 Jerry 两个人，他们是更容易爆炸的。Kevin 开车还不错，他那个人多的时候，他是有在练的。汤，我看不到你们的车，刚刚。中嘛？有有有，无线电，你没加、啊？我个人，如果你说要巨龙跟 Z，依照我的印象，我觉得 Z 这一队会赢。我个人这样看啊，我这样看账面实力上。太暗了，太暗。没有窝子，我跟。